咱们以前常见的都是绿皮西瓜。这里好找啊，别跑错地方了啊。这黄皮西瓜还是第一次见，叫黄金宝。一斤卖1.8块。这清水这个是多少钱？比绿西瓜贵一点点。打开之后跟普通的绿西瓜是一样的。黄金宝这样的黄皮西瓜还是第一次见。好多人都说没见过这样的黄皮西瓜。Thank you.